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助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啾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啾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啾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虎头报，神奇的礼物。下小呆呆，超人乔，波比，哎，这三个家伙一定是不想干活躲起来了。我们自己擦吧。嗯。哎呀，你这样擦多无聊啊。那应该怎么擦呢？看我的。啊嘿嘿，哎哟，哎哟，哇哟哟，猪猪侠拖地都拖那么精彩，真是会苦中作乐啊！我也来，哎哟，呜，嘿，哎哈哈，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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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生变成猫了，哈哈，我给你们送点美味的老鼠吧。黑暗拼装，嗯，小老鼠去吧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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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追上去，喵。我都不忍心踩它了。是啊。嗯，什么声音？嗯，老鼠。喵喵喵！站住！喵！它们跑过来了。站住！嗯，老鼠别跑！啊！站住！喂，你别把它踩脏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喵！又脏了，可恶啊！超人强，你们给我站住！猪猪侠，等一下！喵，喵！超人乔、波比，你们给我站住！嘿，仙豆商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说这条下水道变成了学生们上学和放学的必经之路，所以我来这里摆摊卖东西。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哦！走吧。嗯。等一下。你干什么？见面就是缘分，你买点东西再走吧。猪鼻牌清新剂可以有效地去除各种异味，是卫生间和考场的必备用品。这和考场有什么关系啊？
考试的时候喷一喷，每次都能考100分。哎，我才不听你吹牛呢。哼，难道你想看到同学们都变成猫吗？你说什么？根据我的观察发现，你的三位同学喜欢学猫叫，还喜欢抓老鼠，再这样发展下去，就会全身长长毛，变成小野猫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根据这本历史书的记载，很久以前，有人就是因为闻了特殊的猫味，最后变成了猫。你快买一瓶清新剂，去把同学们身上的猫味去掉吧。那你这本书卖不卖呀？喵，好香啊！喵，嘿，竟敢跟我抢老鼠，给我！是我先抓住老鼠的，快点还给我！喵。你有本事就抢回去吧。那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小呆呆的厉害，嘿，超级拼装。不是这个，超级拼装。暴龙技巧，超级拼装。再厉害也是由一个傻子来坚持的。你先帮我拿着，看我怎么对付他。超级拼装，哎，哈，三，三雷机甲超级拼装。结实啊！
雷光拳。奶奶怎么这么厉害？耶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原来拼装学院的学生都这样身手不凡，我也要努力学习拼装术。同学们打架了，你还不过去劝架？小呆呆的暴龙机甲那么厉害，我劝不动啊。你不是班长吗？别那么胆小。把这个喷到他们脸上，他们就恢复正常了。Bobby。老鼠。你看，很简单吧？你说的倒是简单，可我怎么接近小呆呆呀？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。是吧？哎呀！我以班长的身份命令你们，不许打架。看我的！蓝雷机甲上！暴龙机甲，快咬他！不要啊！蓝雷机甲，没事吧？呀！超人强会没命的！哎呀！哎呀！呆呆，你快醒醒吧！你喷我干什么？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呀！啊！老大变成妖怪了！喵喵！老鼠，别走啊！喵喵喵喵！完了，清新剂用光了！喵！超人强变成妖怪了！超人强他变成妖怪了！